搬来我家吧，答应你的我都做。啊，怎么突然就要去他家里住了？不太好吧，是不是省略太多程序了？怎么现在的总裁都这么讲究效率的吗？而且我提出的要求跟住到他家里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说的好像住过去他就会一天三顿都回家吃似的。对，是这样的，破案了。去哪儿？回家收拾行李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想亲一下，就一下。酒呢？你这里有酒吗？给我上酒，实在不行直接灌酒精也行。办公室别闹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来吧。嗯，你还是先好好工作吧。你办公室的门坏了。没坏。是你按错地方。喂，这几天你回石家老宅住？为什么？我不回去。你小舅妈要来住几天。啊？